来呀，跑过来吧！天哪，这跑得也太快了吧！还笑呢你，宝贝，太萌了哈！给你们看一看，它有多粘人哈！你看走一步给你们，还会求抱抱呢，超级的可爱，真的是太活泼了哈！法拉利的底盘，法拉利的底盘。来吧，拿起来看一下品相吧，开始正式营业了，还会吐小舌头呢，太好玩了。这只小腿非常的短哈，眼睛大，鼻子小，黑色素呢还特别好。量一下哈，鼻子还不到一指呢，侧面看呢也都是平的，特别的短翘，这就是一只好比熊的标准。再来看看毛量哈，黄黄的，又白又绿呀、啊，体型呢也只有巴掌大。再来个正脸哈，宝贝，呀还吐小舌头呢，看下侧身体型吧，板凳体，小短腿，比一下。提起来小腿才只有两指高哈，这个底盘真的太优秀了。好啦，就看到这里了哈，给你找一个新家了，宝贝。